回到过去，演出者有失忆兽爱迪生。要开战机了！今天的我没有急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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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三惠，我的柠檬牛奶，讨厌呢，洒的地方都是。对了，我想到了，这个发明一定能够打破所有诺贝尔奖的得主的。破旧的武器也能够做成最了不起的发明，请叫我马盖食蚁兽。哦，完成了，看我们的，我们这次要回到过去了，就像月光宝盒一样，要念一段咒语，波罗波罗蜜。因为有这项发明，我终于可以喝到牛奶了。爱迪生，爱迪生，这倒是不好了，这真是 all you can can 的迪斯啊啊！反正就这样子过来了，过来了。谁把溜滑梯弄成这样子啊？哎呦，我们也回到过去了，波罗蜜和小波波。我们享受啦，享受，走走走走走。练草地已经练成佛身无影脚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既然这个东西太危险，不如把它砍掉重练好了。波罗波罗蜜，巴拉斯乃基。是谁把这个溜滑梯给砍掉了？好险！来呀、啊，赶快来玩跷跷板啊，我这边缺一个人。这狗先跟跳。糟糕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赶快回去！波罗摩罗蜜巴萨塞乃基，翁来塞丢人。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啊，这样子应该不会有事情发生了吧？过来啊，我这边缺一个人，快点过来啊！哦，好了，看我的！人家 NASA 都要用推电器才能飞到宇宙，我们只要一个跷跷板就上去了。NASA 表示，干。波罗波罗小波波，巴拉塞乃基。还好我有跟民航局借来一台波音机巴机，这一台好险啊！究竟爱迪生跟死神到底谁会赢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